11号台风海葵。8月30日上午10点。中心位置来到北纬 20.1 度。东经135度。琉球群岛东南海域1100公里。中心气压975百帕。中心时速100公里。以时速1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。朝向琉球群岛移动。风力11级。中度台风。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。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8公尺。瞬间风力12级。七级风暴风半径120公里。未来趋势。海葵台风受太平洋高压。强势扩张到黄海所压制。以时速18公里的速度。持续向西北西移动。受中度风切变和高空强东风气流影响。未来12小时内有利的条件下。缓慢稳步增强。EC 系统预测海葵台风会穿越琉球群岛。再增降到时速180公里。但 GFS 认为海葵台风转西南。向18级苏拉台风出生地移动。并增强为强台再向日本。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。您认为海葵会走哪一条呢？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台湾足球千金。